大家好，我是赖佩霞。今天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，我接受郭台铭先生的邀请，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。可以了吗？中间还有，哦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换个姿势好吗？比个赞好不好？我的专长是沟通协调。除了偶尔演戏，过去30年我都在念书，同时研究心理学。我拿了博士，专攻领导力。过去几年也在哈佛、甘乃迪大学、法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学习，这些专业都是我未来可以贡献。所以接下来，首先我要做的是跟内部沟通，因为他们非常辛苦；跟媒体沟通，就是你们，谢谢你们；然后跟在野党沟通。而最最重要的是要跟全国的民众沟通。